是个恶性事件，很严肃。我们最应该做的是面对，想办法解决。如果想证明宋念峰的清白，绝对不能娱乐化。也许我们可以拍部纪录片，纪录片可以帮你还原事情的真相。你相信我，你一定要勇敢一点。无论发生什么。 我都会一直守护在你身边的。这事儿吧，我们还真的就帮不了你。你姐现在可是虐猫你，帮她说话找喷啊！你别坑我，再说了，我们凭什么帮你？刘子慧跟苏念峰是好朋友。哎呦，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吧？人刘子慧说了，她是你女朋友。我跟刘子慧不可能。 而且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你就好好想想吧。如果你能在这个时候作为意见领袖挺身而出的话，我们这是为同学服务，不能冤枉一个好人，是不是？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雪球就跟这个玩偶一样，被一辆自行车压住，动不了。 我走近才发现雪球的一条腿被自行车车轮卡住了。把你进来。我小心检查后带雪球去了医院。宋慕言，你还是那个最贴心的小棉袄，谢谢你。喂，喂，好消息，有人要领养雪球了。雪球现在可是个网红啊。 很多人专门来看他，是吗？哦，对了，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起来，你啊一定要每天给他涂药，还有那个钙片要每天塞到他嘴里，不然他会吐出来的。这么关心他，来店里打工不就好了？老板，还招人吗？招，不过试用期一周，没有报酬，你行吗？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雪球吧？我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好。 那明天我准备好合同，你过来签一下。嗯，谢谢老板。好。哎，我看到你那个纪录片了，大家能相信你真的太好了。你受委屈了？我没事，我要谢谢你在所有人都不信我的时候安慰我。没关系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朋友。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啊，就对你印象特别的好。以后我们多聚啊！好啊好啊，你的拿铁。啊，谢谢。我还有课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这个小仙女是要跟我做朋友呢。离她远一点。为什么呀？直觉。你又不是女生，还有第六感啊？